行过小周天，念旧加直觉，频道我本是龙虎山，得到大大小神仙，自己连饭都不做一天，一天天天吃个发金丝，但是公司里忙点就要翻两，现在天气越来越冷，你家里放饭吗？听到我从小天文地，上下这五千年，拜过三清祖，别过了龙虎山，找到我从南有窗，修行在天地间，来到贵宝地，都别叫我天。